练会了所有的武功，但是还是打不过媳妇。是的，能打过媳妇就输了整个人生。你可以打赢啊。号里本身有220万。哎呀，我操，给错人了。我试一下能不能要回来啊。哥，我丢错了。哥，回我一下，哥。啊，老王吧，不是你，别看热闹。哥，你别下线，哥啊！哥，我的160武器啊，丢错人了啊！看一下系统消息啊。唐宝阁啊，高级搜索，其他详细条件类型原身啊，扇子伤害呢刚才是500啊，这508。兄弟们，我帮梧桐暖场，中间发生了任何损失算不算工伤？你细品，我是为梧桐暖场，此时此刻我为梧桐打工，对不对？你上班的路上，对不对？被车撞了一下，被哥刮了一下，卡了个跟头，脑瓜摔破皮了，让人削了，他算不算工伤？他算工伤，对不对啊？送你了啊，别回了啊，算了。官网测试人员啊，我们围住他了，让他别跑。谢谢热心的群众啊，算了算了啊，凭本事丢错的，他给就给，不给就拉倒。然后这个兄弟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回一下，能找回就找回，找不回就拉倒。阿阳扫下马，黑老板的原身，呵呵，王一虾。哎呀，其实应该是能找回的啊，这个号能找回，官网测试人员应该能找回啊。秒个战破，再秒个3000万，这3000万剩下的钱丢给这个号啊。老王，你继续刀劈刀，等会儿继续丢错，操啊！跟谁俩呢？我他妈的蓦然回首密啊！这号上号是220万，这位老板也蒙受了一点精神损失，再丢回去1000万吧啊！这个号获，这个号赚了1600万，这个号赚了个160的武器，这个号赚了1000万啊，加上8点伤害的原身，还有一桶麦地素啊，谁亏了？他妈的，你说谁亏了？问题来了啊！行了，这个官网测试人员下了，号里多了1600万，恭喜梦回长安，恭喜官网测试人员，找不找回的这个权限交给你了啊，因为我们就不再跟他发生任何瓜葛了，你想要的话就可以找一下，不想要的话就留着，反正你也不白弄啊，就是老板的这边的赔偿我已经损失完了、啊、好，109级的方寸之山鉴定扇子，方寸之山鉴定武器反正也还行吧啊，老板没有选择十级小号，而是选择用了方寸山啊，用我奥莱鉴定无级别的场地啊，
鉴定一下这把武器，这次没有丢错。来吧兄弟们，508的原神，505的白板，除了1104 508， 那他妈不得飞起，给我飞起。